路口，一台车左转瞬间和对向直行车发生碰撞，两台车扭转九十度，一辆停在车道上，另一辆冲入玉米田中。我拦过来哈，还好，我完了嘛。猛烈撞击，保险杆当场断裂。仔细看，两台轿车一东一西同时抵达，竟然还是同个厂牌、同一款又同颜色，简直是双胞胎。目击民众直呼，实在太巧了。这一辆要左转啊，一样直行，巧的是两辆车竟然都是一模一样，又白色的。车祸发生在9号傍晚5点多，妇人当时下班回家，在路口处发现男驾驶要左转，根本来不及反应，直接撞上，冲进田里，安全气囊全爆开。爬出车后，第一时间却是先打电话跟家人抱怨，还好人没大碍。哎，无怕我人来啊，我挡袂住啊，都拢伫田底落，人无死咧，才阁弄一乌坑咧，小我撞到迄款咧，迄倒火起来，我变跳落来咧。一个林姓驾驶的车辆因为要左转弯，那因为礼让自行车辆所以发生了擦撞。两名驾驶酒测值都是零，但两台一模一样的轿车在路口对撞，画面让网友惊呼，宛如照镜子般的镜像效果，意外掀起讨论。记者廖文斌、林维之、蔡敦莹、云林报道。